再次欢迎大家翻到嚟 PCS 夏季联赛2022嘅粤语转播啊！今日系 Week Six 嘅第三场嘅比赛啦 ，Week Six Day One 嘅第三场比赛啦。啱啱嘅两场比赛啦 ，J Team 对上 MFT，J Team 获取咗第一场嘅胜利 ，FAK 对上 IMP，FAK 都获取埋第二场胜利啦。今场 J Team 又嚟多次，又要再打多次比赛，对上嘅队伍就系 DWT 啦。DWT 呢个队伍咧就相比起 MFT 咧，佢喺榜上面嘅排名咧再更加低少少啦。J Team 对于他们来说就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的，虽然是这样说，但刚刚其实对上 MFT 来说呢都有点吃力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就前面来说呢都不是打得很舒服啦，就是在个团战的处理上面呢处理得好啦，然后有一个逆转啦，今次对上 DWT、其实挺搞笑的， FAK 啦就输了给 DWT 呢，就其实我觉得又是、DWT 全部有些奇招的，就包括波比上路啦，再搭上这个伊利斯打野啦、令到呢 FAK 呢是一个措手不及的，究竟今天呢 DWT 会不会拎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呢去制胜了 J Team 呢，但是呢其实个机会性我觉得有啲微嘅，因为 J Team 啱啱见到啦，即係各方嘅人员呢喺打团线上面呢都係非常之稳阵，再至出线嘅呢都係 Rock 啊，咁啱啱都见到啦 ,Uniboy 啦同埋空月呢就虽然喺中野嘅配合呢就冇乜啊，但係呢喺团战嘅配合呢就打得相当之唔错啊，咁所以呢我觉得 J Team 呢今日打嘅即係可能都會見到咧，對上DWT 咧都係會前面咧有機會係小輸，然後喺中後段嘅情況底下追翻嚟嘅。係啊，喺前期嘅時候就好似有少少遊魂啦，未瞓醒嘅狀態啊，唔知第二場啦，咁啊第二場會唔會有翻好少少嘅狀態啦？咁如果睇翻 DWT 啦 ，DWT 佢哋嘅隊伍咧就真係好搞笑啊！我覺得佢哋勁嘅時候咧又可以打贏 DCG、FAK 呢啲咁熱門嘅隊伍啦。如果是讲到话是要输的话，其实他今季啦，即是今次这个的夏季赛都已经输了很多场了，只是赢了两场，但唯一赢的那两场就是赢 DCG 和 FAK 这两场都是有个共通点的，我就是看到他的共通点就是下路是有揀个萨麦拉了，就不知道关不关事了，即可能 Bantu 要走出来站起身要 carry 了，如果 Bantu 拿到萨麦拉的话会不会更加易的 carry 呢？呢、這个就真系唔知啦，咁啊睇一睇个 statistic 嘅 comparison 先，哇呢、這个有啲残酷啊 ！Ansel 其实啱啱打嘅一场对局嚟讲咧，那个锐空啦都玩得相当之唔错啊，可以话系咧 J Team 咧处理呢一个团战咧系一个关键点咧，虽然空月打得相当之亮眼啦，但系 Ansel 咧都系不容忽视噶。诶 ，Hoa 嚟讲咧个瑞拿坦咧个使用率都非常之高啦，虽然个 KDA 就比较常惨啊，咁啊关个败数事啦，但系咧其实咧佢个瑞拿坦都玩得相当之唔错嘅，咁见到咧个 KP 咧。都唔錯嘅，都有六成幾啦。咁但係咧，呢邊 Ansel 咧就差唔多到高達八成，都幾誇張啦。咁同埋咧，我有啲擔心就係 Bantu 同 Ahoa 會輸線，因為啱啱都見即係 J Team 嘅下路都係比較穩陣啲啦。咁但係 DWT 嘅下路嚟講咧，個衝動啊 ，Bantu 本身個人就，所以我覺得有啲擔心嘅 DWT 下路有機會係會爆線。是的，即是那些即是点都要跟你换血那些来的，即是看到病出去打法呢他并不是那些okay, 我要找我就不玩，哎呀我讲完即刻就没了萨麦拉了，连唯一的希望都没了，好惨啊病出。萨麦拉真是针对很针对啊这个。咁就再 ban 喎，咁 ban 只猫咪喎，系咪好惊对面直接就攞一个希维尔咧？就比较特别啲啊，直接就攞就 ban 猫咪。咁呢度放哲利喎，咁会唔会攞哲利咧？呢度 J Team 系啦 ，J Team 嘅哲利啦，小 V 呢个位置应该唔会唔攞啩，即、就、系、是、放出嚟嘅话。但如果你呢边攞哲利嘅话 ，DWT 呢边嘅应对方法系会唔会有个奇招呢？哎，会犹豫喎呢边，因为其实 Bantu 打法都系好凶狠噶啦，即如果你玩哲理嘅话，其实分分钟 Bantu 呢边系可以揀一个好强势嘅下路组合，即例如唔知佢会唔会出啦，达瑞文啦呢啲啦，或者系南米老西恩呢啲，其实都可以系一战嘅。但系呢边就老西恩啦，反而 pick 咗一个，咁就下路嚟一个平稳嘅对线啦。系啊，咁呢边。咁啊，会唔会再见到第三场大冬呢？咁系大冬日啦，好似系咁第唔系啊，攞翻个李星先，李星最近咧就
即系讲真嗰个使用率就唔系话特别高啦，但系个胜率咧都唔系话特别好啊。咁 WSL 呢个咁快又拣李星，再加 Lulu 系会唔会见到啲旗子可能系扣夹魔咁样咧？因为其实即系有见过其他联赛出嘅，咁但系会唔会个可能性低啲咧？呢、這个 band pick 就真系比较有少少。非主流啊，即系李星加 Lulu 首选啊。暂时嚟讲，其实打野同埋中野有好多好强势嘅组合啊，都仲系 open 嘅情况之下，竟然咁样拣先啊。反而就放咗老生南米俾 J Team 嘅下路商人先啊。小 V 再加 Ansel 攞起呢、這个，因为其实 Ansel 咧，佢系一个玩远副比较擅长嘅选手嚟，即系无论见啱啱我哋见到佢嘅 stat 啦，都系 Jonathan 啊，或者系 Tanki 啊，或者系啲嘅补牌应系比较多少少。今次玩南米加老生呢个组合咧，都系佢哋擅长嘅组合嚟嘅，下路咪空月 ，Uniboy 就攞咗个阿尼，睇空月会唔会配合一啲嘅强势组，强势嘅 AD 组合啦，即系打野啦，会唔会系咩赵信啊呢啲咁嘅角色啊？维尔哥就暂时都未俾人 ban 嘅，睇会唔会 ban 阿维尔哥啦？系啊，咁啊，维尔哥嚟讲啦，空月最近都可能比较少玩啲，即系我啦，有可能要尊重一下 ban 悟空，因为啱啱见到悟空嗰、那个都玩得相当之好啊，空月就算喺日风嘅情况底下都可以单杀到对面嘅 AD 啊。咁但系呢度咧就选择咗 ban 飞崖，系一个咩想法咧？未清楚，可能都系好担心咧自己嘅 AD 咧会俾人针对，可能烧图咁长咧都系玩一啲比较工具人嘅角色啊，所以就直接系啦，再 ban 埋悟空啊。哇，放维尔哥呢个位系唔通系有啲特别嘅套路，想佢引佢 pick 维尔哥？下路就系 Lulu 加大东啦，两个海鲜对上一个嘅对决啊！暂时嚟讲，如果咁样嘅话，其实两边 jungle 都唔需要太过理下路嘅对线，通常都系二 v 二啊，因为个留人嘅手段都唔系太多啊，两边下路。哇！如果啱啱拣维克特，肯定死紧啊！咁样，但系呢度拣翻个 L B 啦，比较特别啲嘅系呢个 Shoutu 终于都唔拣阿奇儿啊，因为本身佢出即系咁多场出战嚟讲，佢比较多嘅就玩阿奇儿啦，但系佢有一场赢嘅局面啦，都系玩纳布朗嘅，咁可能即系对纳布朗有啲信心啊。但系哇，啱啱小 V 一个意味深长嘅微笑，究竟笑紧啲咩咧？揀呢个特朗德嚟讲，哎呀，有维尔哥嘅情况之下，都系唔打算揀特朗，都系唔打算揀维尔哥，系最后 pick 咗个特朗德啊。唔会有机会见到伊瑞尼亚，应该冇啦。揀伊瑞都几舒服啊呢场。其实都系，我都认同，但系最后就揀呢个 Jesse 啊，对上纳尔。唔系好好打嘅，前面嚟讲啦都辛苦，有机会被人塔杀添，因为仲要加上特朗德，即系本身呢只英雄，即系拆嘢嘅速度咁快的情况底下，都要一段时间先隆得起。但系呢边中野嘅对决嚟讲嘅话 ，J Team 系拣咗一个，我觉得相对而言中野系会比较比对面弱势少少 ，L B 加李星。佢嘅强度系点都系大过于一个特朗德加阿里嘅，其实冇错啊。咁就我都会觉得系jungle 嗰个决策好重要，因为李星喺前面即系要做某啲事先会即系喺个团战度有作用咯。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拖到中后期嗰李星系有啲鸡肋嘅，即系你下下都要加闪啊、加踢咁样先做到一啲关键嘅控场咯，可以话系。咁所以我觉得系有啲牙烟啦呢边。咁再嚟嘅就系、是、其实佢哋成个强势个点咧都系比较中后啲嘅。咁意味住咧呢、這个纳布朗加李星咧系要喺前面不停咁做事啦。但系面对住 J Team 呢个咁强嘅中野组合咧，究竟点样打咧？呢个系重点。不过但系其实两边，因为两边嘅下路咧都系一个辅助嚟讲都系一个
宝牌型嘅角色啦，即系好脆皮嘅宝牌角色。咁但系 AD 咧都系一个嘅核心输出位嚟嘅，但系反而老生其实佢嘅手咧系比较短啲嘅。就睇翻成个阵咧，即系 J Team 呢边好依靠老生喺前面，即系亚历同埋老生喺前面一定要攞到少少优势。如果唔系打到后边嘅团战咧，大东翻起咧，其实系唔会够大东佢哋冚嘅。所以一定要喺前面啦，可以解放亚历之余，将优势带到嚟下路，先至可以扩大佢哋优势。如果唔系，你平翻落去嘅话，本身阿尼打 LB 已经够吃力噶啦，你下路如果你平翻，你打唔到线杀出嚟嘅话咧，大东出关嘅时候你就掂都掂唔到，可能就已经系得翻三分一或者滴血噶啦。系啊，咁同埋今场咧就冇一个关键嘅大坦俾特朗德吸啦，即系如果你话贾克斯嘅话都算系啊，但系就唔系话可以令到特朗德可以非常之强嘅一只角色，即系佢发挥唔到佢嘅功效，即系其实佢应该都好惊 DWT 呢边上路拣一只坦克，即系想压制住佢拣翻一只斗士啦。咁呢度就睇 Rock 嘅处理啦。咁啱啱就见到佢玩关啦，今场玩翻一个半坦半斗士嘅呢个纳尔，系选择步甲四水啊。咁就真系有啲特别啦，步甲四水。同埋今场特朗德都好难gank路啦，即系 DWT 呢边嘅英雄啦，即系下路冇 CC 都算啦，你中路 LB 又位移，啊李星又有位移技，即系机动性咁高，上到贾克斯又有位移嘅话，其实你特朗德得条柱嘅话，其实个gank路嘅效益成效都未必系好大啊。系啦，最好gank一定系下路最舒服啦，咁但系就要做到就有啲难度啊，呢度贾克斯。中过埋去，呕咗个骨甲出嚟，咁啊个人系啦，咁啊不死之握已经系打咗出嚟噶啦，再跳埋去，再打多次，咁啊，但系个不死之握就黐啲紧啦，应该仲要打多几拳先会弹出嚟。空月呢度系已经系入咗去对方嘅下半嘅视野，咁但系就睇唔到佢呢度即刻选择入野喎，一摊就冲上嚟啦，见到对方打紧噶啦。下路到底边边会讲到过嚟先啦？嗱，揸住红 buff 嘅空月直接追住 WSL 嚟到疯狂边打噶啦，斗棚做唔到任何嘢。喂，但系好似老生嗰边讲到埋嚟先喎，唔系要打系冇可能啊！特朗德实在太劲啦，前面要打嗱 ，Enhoa 呢度就打我啦。哇，喷咗个闪啊！逼咗个闪现，唔够果断，你讲得。李星嘅可恶之处啊，前面两呢嚟讲真系太弱啦。咁但系呢度仲谂住打、啊，哇！一个 Q 中咗，仲有得打。咁但系重就唔知边个重赢咗，睇唔到。但系 Enhoa 呢度一定要死噶啦，呢碌柱又靓柱嚟噶。咁但系手杀落咗喺蓝米身上，仲谂住打前面，点打啊？前面应该系空月重晒啦，两摊都系空月偷就系啦，偷咗两摊嘢怪，炸裂 DWT 炸啦，炸啦，炸啦！真系炸裂，再加上老生蓝米前期呢个两靓啦，呢、這个电型蓝米系触发个爆发性伤害非常之高啦。佢哋决策得太慢啦，即系觉得你唔够打嘅时候，应该要即刻回一回，即系即刻去打翻你嘅上半，收翻你上半船，唔顶唔掉嘅。而家搞到有少少，特朗德又过嚟啦，帮中路推推条兵线先啊！打唔赢嘅嘢就唔好咁。固执啦 ，WSL 就即系虽然你上路可以蹲好耐啫，但系你喺自己嘅野区嗰个位就累埋自己队友啦，好明显。咁啊，真系有啲太过大意啦。咁但系个地图上面好似有啲北北地啊，因为应该 WSL 系红开嘅，但系个 logo 仲喺度。系咯，咪呢边见到佢就交换翻个野区啊，清翻佢嘅蓝 buff 啊。食得似啩，系啦，咁有重嘅放心，呢度就唔好咁蚀啦，至少追翻个 level 先。但系个手杀啦，落咗喺蓝米身上都未话系最蚀嘅，都仲可以接受。我唔系喎，佢啱啱系起手，佢冇拎 buff 噶，啱啱 WSL， 佢起手好似系佢起六秒啊，佢起六秒啊，佢。系两摊嘅时候，跟住就俾人哋入啦，佢系。哇！起完六秒之后，直接行去自己蓝 buff 呢个死法都几特别，系啊。想拣守，但系点知都系守唔到啊！守唔到啊 ！Lulu 加大东点守啊？
的确，大东前面真的太过劣势了。仲要对面是南米加老细，罗密欧老细前面就超劲，哇！但系呢度好惨啊，加斯被人点到头都穿窿啦。嚟到呢边再嚟第二波嘅入侵啊，有眼扫到你喺度噶啦 ，TP 过咗嚟噶 ，LB 但塔底啊堆兵啊，夹硬想顶一顶缓速啊 A 两下，哇！一个微抖动扭过咗 LB 嘅链，尴尬啊！罗唔俾食。全部都是我的空月表示今场就真的你的野区就是我的野区、啊、我的野区都是我的野区那这里就什么野怪呢都没了不知道 WSL 要怎么升数六呢真的很吃力啊看到完全线都不对了其实 Hello 又是你啊 Enhoa Hello Enhoa 交闪哇一粒靓啊非常果断啊蓝米这一下放啦、啊，施主，唔好咁执着啦，真系死嗰个唔系 WSL 啊！问题系，即系我系 Enhoa， 我应该会即系有啲怨言。真系，即系 call 嗰个又唔系佢，但系佢听 call 嗰个又负责死，散酷啦，真系难受啦呢度。唔跟又唔系、啊，跟咗咧就死梗、啊，冇闪，对方又柱有蓝米个水球底下。我看到这样的局势虽然个比数不是很远但其实经济无形中已经拉开差不多 1K 了。没错啊还有最重点、啊、就是 DFT 这边李星耀前面拿一下甜头但现在是不要说甜头啦 有粒糖都难、啊、根本就这边是黑食的节奏、啊、这里哇在还想争一争但是就。好难争得赢啦、啊！有重击嘅情况底下，咁呢个即刻开一开龙添啦。DFT 呢度大纳布朗回补咗噶吓，有啲曳啊！呢个开龙时机就见到对方喺上半就谂住开龙，咁但系呢边 KT 唔系 JT 系唔谂住打喎、啊，即系嚟迟咗啊！有啲 WSL 呢度已经重击咗噶啦，咁仲有一个 W 加闪现走，哇 ！Uniboy 应该想闪现倾城系咪？唔系话闪现柱啊！咁啊，非常之靓，收咗第一个人头，咁我话反击风暴，哇，收咗呢一个嘅空月，咁呢度继续追噶 ，Legolas 呢度究竟可唔可以再追咧？哇，跳开咗，我唔追，我先跟先跟先啦，会唔扭过？追到唔过啊？可能真系惊太大波兵线喺上路，咁即刻回一回头，但系靓杀嚟噶呢个小兔，靓啦，咁啊追翻啲经济翻嚟，佢自己就追唔到啦，留翻俾佢队友追。佢都冇任何技能可以跟進啦，但呢度就兩三波兵甩咗兩三波兵嘅情況之下，但係其實一波就可以即係拉翻少少平個經濟啊！這個犧牲啊，可以話係一個一柱擎天衝埋過去，閃面跟閃反擊風暴揾咗兩個，好靚啊！呢波好靚啊！同埋呢個加斯一個 Q， 哇！完美避開水球，再加上最後呢一個嘅閃現。靓最后一个一、哦，哇、哦，其实都好大胆啊 ！JT 啱啱打得，即系空月喺冇大技嘅情况底下，咁闪过墙又一滴四咁样打，都几癫。系啊，真系见到佢前面嘅优势领先紧好多啦，系所以先至俾到佢嘅勇气咁样冲过去打，但系无奈啦，即系上对面打多咗个上路啊，疯狗啊，疯狗模式就真系夸张，但系依家就。大家的兵數呢就不是差得特別遠差這一波之後但是經濟和經驗上面呢都已經是拉開了那空月這裡即刻單食預示者他已經開始去單機遊戲了特朗德在這個情況呢吃緊對方起碼半件裝呢就基本上沒人阻到他除非你要叫多一兩個人因為他本身就靠著自己身的加速再加柱要追到他非常困難系啦，见到蓝米啱啱都特登靠住中路帮中路推一推条兵线，去令到特朗德顺理成章攞咗第一条预示啊！啊，顺便就解放埋上路条兵线啦。啱啱因为就贾斯去下路帮手啦，令到上面嘅拍皮就俾对面攞咗好多层啊！手塔就落咗佢哋身上面啦。咁纳尔今场就翻到好开心啊，反而应该有嘅经济，路声应该有嘅经济，反而就攞唔到啦。立儿嘅兵数八十一兵好夸张啊！正要一个大技打落去，扑一扑上去，喂，小 V 嘅血量得翻一半啊！转眼间，
系啊，但系呢个 Uniball 已经打紧灯或者落紧去啊，摩量唔系话特别健康，咁但系缩一缩啦呢度，咁红 buff 又系我嘅，全部都系我嘅，呢、這个爆炸头果弹咗落去噶啦，小兔一个嘅锁链锁住咗，但系冇办法啦，队友都冇办法，好似佢咁穿墙啊，穿墙啊 ，sorry， 穿墙。穿墙穿唔到啊，冇办法。但系其实依家咁快就将上路解放咧，其实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你上面你解放咗之后，你又冇 option 去攞，你整咗个大嘅车埋过去，就逼咗个闪，然后病 to 呢一波冇闪。但系其实嚟紧都冇 option 可以争夺啦。小龙仲有成一分四十几秒先至可以重新嘅话，其实你帮上路咁快攞咗座手塔咧，其实上路根本就攞唔到啲咩太大嘅收益翻嚟嘅。最上路系一只纳尔咯，舒服龙兵冇问题啦，变咗咁，但系个地图目标物咁样放法系咪路呢就系、是、一个问题，即系预示者啊，同埋火龙，我相信下一条咧 J Team 呢度一定会攞到啦，因为始终啊个已经空月呢度已经出咗胜利之象啦，个经济优势系拉得好大啊，经过胜利之象，如果一打企交上嚟个回血好夸张，咁所以 J Team 呢边靠住地图目标物不停咁扩大优势，就算 D W T 真系挨到去游戏嘅后期、中后期嘅时候咧，要打咧都系相当之困难。系啦，嚟到咗呢个小龙啦，仲有45秒左右嘅时间就重新啦，睇下上到纳尔推咗个手塔之后啦，呢波推完之后会唔会可以攞住呢个优势啦，部署第一波嘅攻势啊？呢边连中咗，将佢拉扯 ，L B 啊 ，Shout to 啊，就得翻三分二嘅血量，清一清中路波兵线啦。见到其实上路仲系涌紧成波兵入去啊，两边上路都系有 T P 有闪现嘅，睇下呢波会唔会系一个嘅支援差出到嚟啦。接行落去啊！立儿谂住系啊，15秒咁，但系黑掹掹嘅，除咗个河蟹之外，小兔呢度又俾人逼一逼个 W 出嚟啦。咁但系 R 冇噶吓，俾人不停咁咬咬咬咬咬，呢度闪现再咬，哇 ！Quick my and Hoa 个大技出嚟啊！咁冇办法啦，呢条龙真系一定要放啦，要放啦呢、這个。状态俾人哋打到咁惨嘅情况，睇下呢条龙攞完之后会唔会有下一步嘅部署？上路嘅塔皮需要守啦，系啦，呢个要 TP 上去守一守啦。系，但系咁样嘅话，假使就有 TP 可以 T 走啦，睇下会唔会考虑系唔会应战嘅，直接系一个逼退啊。始终啊，个传送仲要分半钟先有得升级去 T 其他嘢啦。咁啊，对面。用一个加速不停咁追住嚟殴啊！贾克斯呢度跳一跳只眼，咁啊李星其实讲到过嚟噶，卑嚟噶，卑嚟噶呢度，唔好中伏啊 ！Rock， 哎呀，跟住即刻 feel 到啦，唔对路，咁啊会唔会踢得中咧？咁啊要分埋去反击风暴 ，kill 中咗，中中啦 ，kill 埋去，咁啊最后一下，哎呀 WSL 闪耀啊，靓啊！咁呢度 Uniball 已经讲到过嚟噶啦，飞仙系有嘅，闪现都有嘅 ，WSL 决定食只冰算啦，放弃。放弃治疗啊！咁呢度挣扎唔到噶啦，已经其实都有机会走吧，都唔使咁灰咁灰嘅。即系如果Uniball 出咗永伤嗰，我觉得就冇完全冇机会走咯。但系二打一情况底下，完全唔谂住走就哇 Uniball 呢度结结笑，即刻笑一笑先。即系诶，点解直接放弃生命嘅咧？呢个人又顶过嚟啦，空月。揀捉住啊！不过呢边就开个二技放狗，就要铲下过嚟啦！开埋个大技，要开始吸了吗？喂，开咗个大技，然之后 Q 一啖啫喎，有少少尴尬啊！系啊，咩都做唔到啊！但系起码输人唔好输阵啊嘛，呢啲位好紧要，即系个气势要打出嚟嘅，冇错，真。但见到下路其实就已经安稳繁育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咯，但系对于老亲嚟讲，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两边系平翻嘅话，打唔到任何嘅优势啊，反而系老亲打到后面嘅话，其实佢系冇乜输出空间啦。即系一嚟对面机动性中上嘢好高啦，而你唯一可以 A 到嘅可能 A 到边个 ？A 到啲埋面贴你嘅人，但系你又唔够伤害可以爆发秒佢哋啦。仲要对面病超手长你咁多嘅话，其实小 B 今场前期打唔到大嘅差距。出嚟嘅话，中后期嘅话，其实佢可以当系隐形人嚟
我又觉得是纯粹是看老山大第一个胆边的目标，因为他第一波的爆发实在太大，如果纳布朗想去威胁这个老山是非常之难。那这里 Uniboy 飞先讲到来的了，永商那吃了这个 charm 的了，那 Uniboy 已经用了三段飞先，为什么会收了在后面，为什么会死的，但是未有人知道这里反击风暴，是啊，那这里即刻交闪了，要走了，前差没了。系啦，咁呢度即刻赶到过嚟啦，小图咁啊，放翻个狗链先，收翻个人头，但系空月呢度疯狂咁咬咬咬啊！哇 ，WSL 赶翻过嚟，咁但系冇办法啦 ，Uniboy 个飞先有 CD 好啦，咁啊，因为收割咗人头啊，呢度小图冇办法啦，做唔到任何嘢啦，惨啊！呢个 DWP 个伤害真系电型烂米啊，完全估唔到，俾咗个 E 技俾阿老生之后 ，AAA 嗰下爆埋电型个伤，通常啲人都系估唔到鸡漏咗电型个伤害。小图呢度靓啊 ，Uniboy 呢波打得其实都即系唔止系烂米啦，其实 Uniboy 呢波都系打出咗自己身价，即系佢个永伤即系拖咗好多时间啦，第一时间。之后第二就是他化解了加斯入场的位置，我们看一下这个 rebate 先。你快点播啦，因为 boy 入场啊，虽然是永伤动不到啊，但都不紧要。第一下哇，就是这个 W， 再加上蓝米的 E 啊，电型原来爆死了后面的 AD。睇翻呢边嘅入场啦，一个 E 闪啊，又参中了啦。收条讲埋你。疯狂追住 Lulu 嚟勾啊，惨！呢个预示者应该都攞埋噶啦，咁啊过到过嚟啦。Uniboy 呢度其实已经系冇乜人阻到佢输出噶啦，系尴尬啊！哇，中路呢个几多塔都应该守唔住噶啦。咁啊，推埋落去，小龙又就嚟出嚟，又得翻45秒嘅时间，第三条嘅龙有好大嘅优势啊 ！G Team 系暂时嚟讲。他们的视野权在他们的手上面，哇，两只灯塔同时插出来，好不悭喎、啊，钱多，钱多是不同的，就是大家的金钱观有点不同啊。但是26秒就出这条龙的了，即刻爆一爆个预示者先，因为中路呢太多人了这边，哇，还开大技添、小 V， 哎呀，一个的大技，好危险啊 ，Bento 这个血量，但是就。做不到任何嘢啦，呢边空月赶紧过嚟，闪现 W 啊，收下咗呢个人头啊 ，Enzo 打得相当之好，一个嘅护国神柱又嚟到啦，咁一个反击风暴留一留人先，究竟留唔留到咧？留唔到啦，做唔到嘢，你睇下 WSL 喺侧边做紧啲咩？可以做啲咩？佢一只理性，猫猫先，佢只系一只理性啊，真系玩得几好。身为一个远父嚟讲，佢系玩得即系算系。做晒佢应该做嘅嘢啦，应该中嘅技都已经中晒。啱啱好可惜啊！如果小 V 佢嗰下拉得唔系咁厚嘅话，可以直接秒咗 Band Two。不过后屘个结果都系好事嚟嘅。但系呢边直接有个李星想等啊，哇！李闪再加个大技 Q， 完全唔俾机会啊！小 V 一个就食小龙咯、啊，对面小龙嘅 AD 啊，呢度打得相当之唔错。WSL 蹲咗咁耐，发挥佢嘅蹲王本色啊，真系唔系讲笑，佢真系有值得呢个称号啊！蹲咗廿几秒，咁呢度。即刻要开条龙啦，就唔选择拉出嚟啊，有啲危险。但系大东呢度赶紧过嚟啊，根本就唔少咁个人嘅。咁啊呢度靓噶啦，先收咗李星反击风暴咧，呢度都系垂死挣扎嘅啫，跳一跳过场，但系都系讲拜拜啦。And Hoa 呢度都系冇办法做任何嘢。喂，咁下水搞多一只水饺啦，冇乜问题啊。最后 Rock 一个普攻两个，咁啊最后收埋呢个人头。我哋完美直击呢个下水饺过嘅过程，真系。唉 ，DWP 打得有啲太混乱了，的确有啲可惜啊。不过其实就 Uniboy 佢嘅经济啦，依家604嘅战绩啊，已经嚟到晒一个人头就可以有1000蚊嘅大奖金，再加上22层嘅叠书啊，真系你食个 charm 啊，基本上一个后排薄皮嘅话，即系 Lulu 食个 charm 啊，基本上都已经得翻一格嘅血量啦。只不过飞天落到场贴晒面咁样，咗个输出永伤定晒所有人啦。呢个拉扯啊，阿尼系已经做晒佢应该要做嘅所有事噶啦。队友系负责帮佢收割翻少少人头啊。And Hoa 又系大家战斗里面嘅牺牲品，佢完全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因为我只大东咧，我只大东喺上路食紧冰。系啊，即系佢哋呢一波嘅抉择有少少。
奇怪啊！即係如果你想放嘅話，就真係放到底，直接推上去一塔就算。但係放一半又唔放一半，但係又掉低 Anhor 喺下邊又送死啊！真係有啲奇怪啊！佢哋決策。啊、哦，可能都冇谂过自己嘅 AD， 唔系自己嘅打野真系登到对面小 V 嘅一个回程嘅位置啦，即系咁本身佢死完之后就应该要上路清兵线，咁嗰下讲落嚟已经慢咗好多啦。小 V 呢度就上前画画步 A 咗座塔，哇！喺手图你系咪唔知道以为你玩紧海能啊？呢度直接咧就绑住咗呢个 Ansel， 哇！打好大波开伤害，但系收唔到人头，喂！咩话？佢真系鼓励唔到啊 ！Anhor， 又系你啊！咁啊，完全做唔到任何嘢啊！咁啊，反击风暴，咁啊拖咗啲时间，咁但系就伤害完全唔够啊！小图呢度其实已经打得相当之唔错啦 ，Ansel， 但系用咗锁血笔啊，呢度真系咁之后就风月用一用条柱再顶一顶，呢度兵营应该都可能会掉。哎呀个枪！哎呀，哇好危险啊！咁呢度永伤顶一顶。但好危险啊！大家血量都好低噶嘛 ，J Team 呢度选择唔搏啦，唔好再爆落去啦。哇 ，Ansel 呢一波系完全系展现咗乜嘢系海鲜教主啊！即系原来纳米都可以玩得咁神奇、咁出神入化噶，即系佢嗰个预判 Q 令到佢呢一波唔使死，真系成个关键点啊，扭转成场局势啊！睇翻个系啊，你先踢过嚟嗰下，特别系仲似之的高高望住纳米噶，已经虽然食晒一套技啦，回一回血俾自己先。再一个原地 kill， 哇！仲想瞪眼啊，李星？冇啊，海鲜教主啊，呢度系，哎呀，咁啊，李星呢度突然间又倒下咗啦。手图用嗰个 W 走一走先，但系 WSL 倒下嘅情况，呢条巴龙有啲危险啊。到呢条巴龙都应该守唔住噶啦，冇咗李星嘅加持之下，视野都做唔出去啦，所以而家唯有就系加斯一个人喺下路分推啊，再试下攞一攞呢个上金塔啊，出唔到去噶啦都，唔知要龙到几时啊？六二零四六啊，都龙唔到件大装啊 ！D W T 咁样，其实只系廿二分钟嘅情况已经差成十 K， 要做啲。都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 拉近这个经济差距。这边看看发生什么事，原来就是李星，哎呀又是这个脚板有一点痕，踢埋过去啦，又继续。怎知空月咁抽得啊，入后面 Uniboy 好兄弟赶埋上来收了 WSL 的人头啊。是啊，这个胜烈之将啦，再加这个圣路霸体，真是吸死人啊！咁啊，不停咁回血啦，要杀特朗德根本就系异想天开啊！咁呢度已经系大军逼进噶啦，准备去爆呢个二塔，由纳尔一个人去顶住中路啦，实行呢个四一分推嘅。咁呢度 J Team 就好稳阵，咁啊想咧拎完兵营嘅位置咧，再去拎呢个龙啦。咁呢度已经爆紧噶啦，非常之快啊！哇，有个海浪再加 Q， 食咗好多血啊！呢度再推咁冇啦，呢度煎腾倒下嘅 Jazz， 最后咧就是、然后就系 Anhor 咁一个靓踢啦，空月嘅位置其实系好入噶啦，咁都唔使死啊！咁 DMT 呢度又可唔可以收到一个人头啊？究竟冇啊？呢度机会系零啊！咁呢度唯有睇一褪啦，就试一试个兵营摊门牙塔可唔可以守得住啦？但系队友仲有廿秒先翻生嘅啫。五打三有冇机会咧？仲有闪面嘅小 V 啊！呢一下会唔会操作下啊？阿 Rock 见到佢怒气又唔系好健康，但系佢有闪面噶。其实如果操到怒气嗰啲，仲、哎、一个靓柱枪中咗。哦，哇！但系偷到 Lulu 出嚟噶啦 ，Lulu 出嚟，伤到假斯都已经会已经翻山咗啦。嗱，怒气非常之健康啦 ，Rock 就嚟可以跌普噶啦。会唔会谂住拣 G 啊？第二波嘅霸王兵已经涌埋过嚟，两个嘅炮车啊拣嚟啦，已经 LB 想尝试咗啲嘅左，喂个闪面拍咗个 Jazz 翻嚟，但系隔篱啊空月同埋个李星嘅混浪混紧嘅情况之下，唔够胆 A 啊，接 A 嘅主堡啊，差佢啦，会唔会考虑 A 嘅主堡？唔系谂住杀埋人先啊，话 LB 中伤，随时挣扎噶啦 ，Jazz 再跳埋上去，做个架梁，哎呀你先死啦！但系呢边已经阻挡唔住，四个人大军压境，对住咁多小兵嘅情况之下，到底可以做啲咩？出到埋嚟噶啦，阿菲利欧互补咗手都冇啦，最后一下俾特朗德嘅大柱一下敲击咗佢哋嘅破碎之心啊！好可惜啊，
JDWT 冇办法再次创造奇迹啊 ！J Team 呢度就轻取咗 DWT 啦，就打改一改今日第一场嘅一个颓颓地嘅姿势，可能就太耐冇打捞啦，咁啊打翻即系一打翻比赛咧，要有出一场热下身先啦。呢一场就打真 J Team 平时有嘅气势出嚟，特别系 Ansel 啦，就打得相当之好。系啊，咁场就见到系小 V 啦，小 V 佢虽然今场唔系特别有太大嘅亮眼嘅 play 出到嚟，但系其实 Uni Boy 咧都系无形中付出咗好多好多。记得前面咧阿尼佢收咗头之后都不负众望啦，见到佢几波嘅入场啦，同埋佢 charm 都系十分之精准啦，同埋命中好多关键人物，同埋真系有几波嘅小会战都系全靠阿尼一个人一打几。再是被队友去做一个收割，其实今场老西恩所做的事根本就不需要特别太，只需要不死就已经 OK 了。嗯，没错啊，我们都看到啊，就整队啦 ,J Team 都是发得非常之好啦，由两 level 啊那个入野呢已经奠定了 DWT 呢是没办法挽回这一场的啦，因为李星在前面的节奏呢真的崩崩地啊，由对方入自己蓝 buff 的时候啦死都不肯放啊。已经搞爆咗 Lulu 两次啦，咁下路嘅对线咧，其实要赢咧都系非常之难啦。再者啊，就系 Uni Boy 啦，都系发挥得非常之好啦，几波嘅跑线咧都拖咗非常之多嘅时间，亦都制造咗机会咧俾队友收头啦。咁变咗此消彼长底下咧，根本 DWT 就揾唔到个机会可以打得到。最有机会又最有可能嘅就系嗰波 TP 兜后，但系一个靓水球化解咗嗰一个嘅 gank。系 Ansel 佢其实呢一场系。好多时候 support 都是默默牺牲的那一个嚟嘅，但是他今场咧都的确有很多个亮眼的 play 啦，即系虽然他不是啲咩靓开啊，或一个 CC 对面很多个啊嗰啲，但是他嗰啲嘅补牌都系做得很好咯，企位上面啊都是跟得非常之好，所以 Ansel 啊都是一个，即系其实咁睇佢打咁耐联赛咧，都系见到佢觉得玩远赴咧，佢嘅发挥系真系的确系比较出色少少。今场都见到啦，佢嘅蓝米特别系真系嗰个 Q 技真系预判李星嘅 Q two 啦，嗰下真系完全扭转咗成个会战啊！系啊，真系唔系讲笑，嗰个 Q 真系要好高嘅熟练度先做到啊！即系要夹准晒嗰个时间点啊，因为啱啱好锁血咁样冇事啦。但系都系不得不赞啦，空月咧前期入野嘅时机非常之准确啦，咁啊搭配住咧自己队友咧都系做到好多事啦。虽然睇落去就好简单啦，但系实质做起嚟其实系有好多执行上面嘅困难，例如系要一早通知咗下路啦，去处理兵线啦，或者啊系要强迫自己下路放兵线咧嚟支援。咁呢啲全部都系 G Team 即系。本身咧就个个都有个人实力咧，就发挥到出嚟嘅，咁都成队咧都发挥得非常之稳阵啦。今日虽然第一场啦，见到佢哋有啲虾碌位啦，但系今场咧就基本上都冇乜失误可言嘅。系啊，最后呢个 MVP 就落咗系 Uni Boy 啦，实至名归啊，可以话系，亦都系好彩今场啦，佢哋都冇犯一啲好严重嘅失误啦，都冇话令到一个会战大过扭转，因为其实佢哋嘅阵容啦，啱啱都讲到，如果打到后期嘅话咧，其实会比较吃力少少，但系佢哋今场嘅节奏都打得非常快，都冇浪费任何嘅时间啊，完场时间都系24分半钟嘅时间，啱啱好系一个佢哋嘅阵容嘅强势期啦，捉住呢个嘅胜利嘅尾巴啊。所以今场嘅 MVP 落咗喺空，唔系落咗喺呢个 Uni Boy 手上面，都系见到佢几波嘅大节奏啦，令到佢本身优势冇咁大嘅下路都可以站起脚步啊。嗯，冇错啊。咁 DWT 其实就即系老实讲，其实佢哋赢到多一场就多一场，做下水鬼梗系开心啦。即系令到下面嘅下半班嘅队伍咧有浮动嘅机会啦，咁但系就即系其实今场都算系打得唔错噶啦，咁接下落嚟咧，其实就系 PSG 打呢个 MFT 喎，咁 MFT 今日都会出战两场咯，咁今日第一场嚟讲，其实佢哋都打得相当之唔错啦，咁但系对上 PSG 又会唔会打得几好？因为其实即系我自己有睇到 Kevin 个直播啦，即系佢都话。最近啊 ，PCS 嘅队伍实力都非常之相近啦。究竟一阵嘅战果会如何呢？我哋去一去广告先，转头见。